哎，先说好了啊，两个人当前脸儿啊，这醒目摔下去得一个声音整齐，哎，让人听出俩声音，让人笑话，对，让人笑话，好吧，来，那就开始了，说来就来啊，好，听我们的木头啊。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。喂，哎，你还来见见、哎、你干嘛呀、啊、你、哎、干嘛呀、啊、不勇哥，不是，两位是怎么了？这是，不是咱这让人笑话了，还敢跟我打架？不是，你这让人笑话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就笑话了？怎么叫笑话？这块有一语言节奏，人间正道，啪，在这儿拍。您这整个人家让他差不多都给我说。哦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这事儿是我还不生气，昨半天是不是觉得怪我了？你二位，这跟你也有责任，可不是就他主要责任？你没有分好句儿，怪我了。你分好角色呀、哎？这样吧，咱们要不然选一个电视剧片段。早就应该选这片段啊、这个、对吗？这个就能演起来了是吧？那又能演又能说呀、哎、哪出？选一个大家都熟的，你说吧。还珠格格怎么样？还珠格格好不好？热播剧，对，时间好吧、哎、高收视的哈，可以。你们俩自个儿分一下角色啊。我演尔康，你演紫薇。你这时候他倒快，我凭什么我演女的呀？谁烫头谁演女的呀？行，我倒霉烫头上了。你这怎么着？行，咱主要看表演啊，咱也别争，好吧？我也那么想的，来吧。紫薇，尔康。我更恨你，我恨死你喽！你冷酷、无情、无理取闹，我怎么冷酷、无情、无理取闹？你就是冷酷、无情、无理取闹，你才冷酷、无情、无理取闹。我没有冷酷无情无理取闹，你怎么没有冷酷无理取闹啊？你胡说八道！呸！我呸！我呸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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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呸！我呸！我呸！你过来吧，嘿，你说的高兴了，我们俩泼妇骂街呢，在这儿，我们俩一人一脸吐沫星子，这好看吗？这个，啊，挺热闹的吗？不是，是你看热闹了，这像话吗？宋宁啊，热闹能不能来点你擅长的呀？我擅长的呀，那就。